词为什么跟诗不一样？因为词所表现在早期最早词的开始的时候，不是作者自己的心思意念，那是配合当时的流行歌曲去演唱的歌词，所以它叫做词。词没有很多的意思，词就是 some words， 就是配合啊歌曲的歌词，配合歌曲的歌词，本来就是俗曲，市井之间的俗曲，谁熟悉这个流行的曲调，谁就可以配合曲调编写一首词。所以你看后来这个敦煌出现的那些个唐人的写的卷本的那些敦煌的曲子，内容是非常驳杂，有写打仗的，有写医药的，有写各种生活的啊，做买卖的，征服丝绸的，就是各种内容都有。苏子在学习天人啊，偶然做小歌词，如同做泥水于大海。然可是那都是君豆不济，这个草字头这个济是剪裁，就是那个君豆没有剪裁的诗，因为诗是五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整齐的，词是长短句不整齐的，所以就是君豆不济诗耳。这是小词的第一个大变化。苏东坡在词的发展的历史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人，因为早期的词我们刚才说古代时候的后主广政年间编的花间集，花间集不是歌词，酒女就是在歌舞宴乐的场合给歌妓酒。
这所写的都是美女跟爱情。我们现在不能讲那么多废话，苏东坡出现了，所以后来我就说苏东坡一出现就一袭绮罗相色，就忙了当年只写美女跟爱情的绮罗，就是美女本相色就留了几个脂粉画了。所以苏东坡一出现就一袭绮罗相色，就写出来这些个豪放的古代的歌词。其实我还要我们这个教书的人什么时候都要说本推的，最早使得这些美女跟爱情的歌词，我们说那是歌词啊，就是歌词的意思，他们使得这个歌词就是诗化起来的。其实第一个不是苏东坡，我们使得歌词诗化了，第一个你知道是谁？第一个是吕后主，更靠谱。他们这些美女跟爱情嘛，他跟小周后谈恋爱，哇，你这样推情不进小我好像浪费去啊！啊，穿袜下乡间，还手提的纸质鞋子，他跟小周后两个人就会，随着歌词的这个词的演化，自然而然。怎么样演化？本来他配合流行歌曲唱的歌词，本来是诗人文士在歌舞宴乐场给歌妓酒女去唱的歌词。吕后主这个人风流浪漫，一天到晚在听歌看舞，还写过一首这个词，他不是说这个这个旦踏马蹄轻点乐。然后画的，他写这个脂粉的香气，他说这个醉开郎感情意切，然后这个说晚妆出了云髻穴，他宫中的一大排的女人，晚上化好了妆，把这衣服光洁照人，然后一对舞女出来了，春殿赋予冠冕，跟穿鱼一样，我告诉他们的鱼是。那个鱼有时候游水，他们一群喜欢鱼喜欢在一群什么鱼就是说有些一个他们那些个歌女舞女说出来一看就像鱼的身体尾巴在游动的样子，那就游出来了。所以吕后主本来是写这样的歌词。